回到南当家。当家，刚刚呢又看到顺哥跟台哥的影片了，新的哎、欸，看看他们两个是不是好像发现了事业第二春一样，非常快乐。可是还穿短裤怎么回事、啊？意内就是你知道年纪大了，需要一点透风。嗯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我觉得他们两个私底下是真的感情都不错，就很像兄弟。不知道可能约都是一起从同个时期，然后在那个演艺界打滚，就是同就是算工作伙伴啊，长期工作伙伴。对啊。嗯，有点像，搞不好50年后鲁鲁跟六探的感觉是这样。我不说你们两个，所以以后你们两个也要穿短裤吗？我们平常私底下是穿短裤的、啊，我都一天到晚穿这个热哎。可是你们没有拍照啊？拍照，拍那个刚刚那个影片是没有必要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，就是你的祭品应该要跟六探两个穿那个裤子，有吗？泳裤。也要他要。你为什么要拉着六探下水？他就够了好吗？然后拍像刚刚那样的影片，有没有？不错吧？没有办法理解，随便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趴呢，就是来玩玩这个 Mario Marker， 我们先记一下 Wii U 的影片画面啊，不是影片，就是 Wii U 的游戏画面了。是。那这个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马里奥呢就是历久不衰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玩。然后呢，在 PC 就电脑上面，它有一些玩家自己做出了一些程式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制作关卡，然后就很多人利用这一点来制作很多关卡让大家玩。那现在官方正式自己出了一个这个非常的红，这一个月就卖全世界卖超过100万套。哇，大家其实连我都想买，觉得大家都想要做那种地狱关卡，然后整人，这个高人这一块特别的地方有。两个，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做，随便做，你想要怎么搞就怎么搞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就是挑战人家做的关卡，或者是官方自己做的关卡，就是在这里面都可以玩。但游戏应该是不肯玩到完的，因为据说现在全世界上传的关卡数已经超过220万个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啊，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可以做音乐，或者是自己录声音进去放成砖块。懂吗？你可以骂个脏话，然后你就掉下去你就骂他。对，就是做得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我昨天自己做了两关，应该说做了一关，可是就中间有做一些修改，然后他们说还要玩这个那个什么。电玩爆爆所做的关卡，好，电玩爆爆我参加，根本就没有做，想唬烂我。所以这是谁做的？应该是工作人员自己在唬烂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要看一下在哪里。关卡在哪里啊？干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。好，快快玩玩看，卡卡亚，来给你们玩吧。我玩可以坐到前面玩吗？我玩这种东西我就可以啊，火大。你可以看着那个玩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才不会累个，那个会累个。对，这个你要看这台会比较准。哦，好软 Q 哦。等一下我们试一下。噔噔噔。哎。你很无聊哎。我先这样了，干，你这，很无聊，这你做的，对，好，真是的，好开心哦，哎，果然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哎哎，你哎哎，好烦哦你。看你的最长生存时间，右上角是500秒，它预测是500，你可以调。超赢！你这有先过关吗？有啊，不过关不能上传啊。OK OK。对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改。这个还是没改良之前。哦，这是没改之前。对，我后来改了一个比较有趣的，这个算简单的，只是前面没有变。重复中陷阱哎，我的妈呀！是不是？这个就叫做预测可能，回避不可能。孔明砖。好，我等那个火焰仙果啊，就是现在。Good job！ 耶、yeah. 啊！我忘记了。Good job！ 他做的关卡一定是要一口气就这样冲。OK， 好。好，等刚刚那个火焰走好了。Good job！ 这种游戏都有一个 tempo 在。哎，还有啊，今天卖呢？成就感真高。就是这种啦，就是这样子才会这款游戏能卖那么高。你要拿给我玩。对啊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玩，就是，而且还有在旁边笑，我就很遭遇。真的。可是你过了，你就可以笑我了。结果过了，我
觉得也笑不出来啊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历经折磨得到的东西。哎，帮我来，帮我点播一首《煎熬》好不好？你可以先等，你可以先等上面两个栗子头摔死之后再前。哎，有道理。对，好，那我先等他。我觉得做这个游戏的几个重点就是，欲速则不达。不是，你要就是。可是两轮八蛋摔死了。我制作的想法就是，玩家要能过关，而且不能难到。更难道过不了？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买呢？就是因为想要看一下大家死掉的脸。嗯，可是这其实，在网络上面，你上传之后，人家会给评价，评价高的话就会有奖励，评价差就把它删掉。所以你做的太靠北，前面要玩到最后就把它砍掉了。啊，来不及嘞！这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好。因为这个预计应该设定那个香菇一开始就准备要跳下去，是可以的。这个游戏就是预计是给礼拜三玩的，我还因为想说礼拜三三个菜，太难应该是过不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削东西。原本一开始做了还比较更难，是不是？对，后来想想不对，这样他们过不了算了。我靠，哎，我今天已经打了很久的关卡，就属你的罪。哎哦哦，烈火头。再次，啊，我知道，我把围巾先脱掉，拘束器先拆，真的，哎，我怎么把它救出来了？那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放那个？因为这个是利用一般玩家的两个特性，看到撞，哎，怎么下来了？就想要撞，对，然后还有一开始就会想要按一下，好，对，手键，真的，没错，我决定先在这边手键个够。对，先多跳一点。跳！哎，跳不过去。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消掉？你该把那个消掉，那有点。现在立刻给我改。好像有点太难了。那你那边怎么过了？就冲过去啊，很简单，就冲过去啊。哦，有了，感谢上苍。上面也是蛮无聊的，莫名让我很烦躁。嗯。好哟。Yes！ 可以存档吗？不行。不行。哎，等一下。已经过完一半了，加油。是往下吗？下面那个金币是翻了。啊！耶！带着弹簧跑，对。我后来注意到，因为这个版本可以带着弹簧跑，所以我换成原本的版本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拿起弹簧。可是他也是拿起来，是拿起来。我说改良之后，这次还没改良之前。哦。哎呦，原来有两个，哎，怎么办？好烦哦，带着弹簧烦躁，我想再存档一下。水哦，好赞哦！等一下，水水哦，快跑回去啊！我想休息一下嘛。有那边我做一个。他们说有地震，真的假的？有地震哦？没啊，台北无感，彰化，害我现在很紧张。台中地震，中南部吧。我现在知道了。哎 ，bug， 制作者。你可以跳上去那个砖块，然后往右上角跳。上去是装置，这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跳。哦，跳到那边。你先跳到隐藏砖块上面。很难啊。跳。不是说那个弹簧不能动吗？后来发现，就是后来就是注意到这一点，我发现这样不行，然后就换另外一个模组。哦，所以你说的小瑕疵是这个吗？还有另外一个，那个是大麦克发现。后面是不是？就是刚刚那个啊，那边有。哇，这洞好漂亮啊！就是那个上面刚不是有那个石头掉下来啊？那原本设计是来吓人家的。吓人？就没有意义，它就只是掉下来吓人。对，然后后来那个大麦克发现那个可以直接拿来跳关。太好了，跳关。就是可以利用墙壁，利用。你的没有，他在玩的过程都有注意到。好了，活力就取消了。
不是，你连这边都跳不过去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发的，你回家。啊，等等等，现在忘了还有个小红灯。哦，啊，不要，嘿嘿嘿嘿，救！I hate you！ 该死了！好了好了，给我给我给我换换换另外一个换另外一个，换换不是，那我一现在跳过去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，现在重点是我会一直把弹簧拿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自动拿啊，好气！来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改良过后的版本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拿改良过后的给我？哎呀，就是他妈知道有问题才要改良，先来刚刚一般的嘛。就拿完旧的版本就对。弹簧拿不起来了。哦，这样好，因为有时候直接冲刺过去就来不及了。啊，不过改良之后你还是会中同一个陷阱。哦，原来他还是在的。我还以为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叶子不玩了。哦，我一定会迟到啼笑。挑战戏啊，这种游戏就叫不一样。是不会怎么样啊，我不想要在节目上啼笑。哎，你上次已经啼笑过，应该是没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今天休息。看懒惰。超懒。请问这音效是你配的吗？不是，他游戏内建。爸爸，你确定吗？游戏会内建？哎哎，这样子吗？我配的，后来拿掉。哦。对。哎，真的哎，有改了之后好过多了。后来是那个星星是？就是那个养殖场吗？还是那个？因为礼拜一我们有玩，礼拜五做的，主要是在礼拜五做。反正呢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玩。然后我就决定自己做一个，然后谢杰林就跟我讲说，希望我把关卡做的华丽一点，华丽。所以你的华丽是放一个展示，它指的华丽是美感是不是？或者是就看起来很漂亮一类的，或者是很多东西这样。很多东西，但那些东西意味不明。Please， 哦，是哦，哎，那个问号感觉送啦，哎，星星，星星，啊啊啊啊，宝贝，我整个慌了。好爽！错，哎，你要玩玩看，快帮我玩看。我不要，是作者啦。可以，我就不喜欢哦。看嘛，你小心哦，小心。南希啊 ，OK 的。你看我死这么多次，该换人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大跳是按住，你要按住这个可以跑步，然后跑步之后它跳跃力就会提升。你不然你也可以按上下左右啊，蛮好控。上下左右什么意思？他是说下面这个十字钮好像会比较好用。对，我也觉得下面十字钮好用。等一下，我不管。我好好奇明天的节目他们要怎么玩这个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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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破了，哇！大家不用紧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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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没有笑你，我没有笑你 ，OK。看着我。好，我不笑，我不笑，我不笑。我不笑。受不了你。You can do it. I can. 慢慢来。I can. You can. I can. As we can. 没关系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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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周。放周哥。其实可以跟你讲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，你把那个隐藏装备撞出来之后，跳到上面去跳过去，上面没有做任何东西。说话要打点折扣，知道吗？千万不可以真的是没有放任何东西啊！你不能撞出来之后跳下去，你要撞出来之后回来，好不好？不是不是，你要剪。你笑真的太鸡歪了，不行，这样笑。我还是不要玩好了，我觉得我不适合玩马里奥。我真的真的。不要惊啊！哎，我觉得那个要连续冲。OK，I know，I know it。You know 哈 ？I know。其实这我做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可以训练大家对超级玛丽的
怀旧感吗？不是，游戏性的一些学习，可是其实有一些小技巧是可以学起来的，像是连续冲刺这一点。你看这样，你就不会拿起那个。这感觉我们像在操控一个 Michael Jackson 在玩。对，他那个音效的那个图案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 就跳过去了。要摸个鸡鸡什么的。如果你想摸的话，我不想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！那很紧张哎。OK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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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哭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啊，不跳啊。让我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。猪在跳，猪猪在跳一小猪。行行行，吃到星星就无敌了，无敌了。星星啊，我差一点哎，我妈呀，我要崩溃了。算了 ，I don't care。这比我玩洛克人还难，怎么回事？好奇怪哦！哦，好了，不要冲刺哦。嗨，我看还是上去一层比较保险。嗨，加油加油！不好意思，拎到海龟就贼。海龟，海龟。哦，我觉得压力好大哦。快快快过！真的吗？哎、欸，要这样怎么过？下面啦，下面应该有过。哇啊！还要从这边，你都不能设计一个随时存档。这个关卡很短了，好吗？你刚已经在终点前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有点听得有点。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噔噔。哎，所以你这……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香菇，那两只香菇，你应该摆前面一点。嗯。这样就不用等太久，把他们迟早要死。因为一开始设定并没有要让你等，我就是要让你冲过去被他踩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是。哦，所以你这关卡已经线上开放给，已经上传别人玩吗？对，它是已上传的。然后我们有 code 可以拿来，就是更直接找到。如果没有 code 要找那个，找那个名字，找名字找得到吗？卡卡亚库。可是卡卡亚库口很多人用。我已经崩溃了，先把他干掉。厉害，你过来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你记忆力不好，也会玩马里奥哎。来，慢慢来好了。OK， 不要按加速，慢慢跳。没错，保持。Come on， you can do it。这因为今天晚了，不知道他们那些人会不会偷看，所以今天回去还是要再改一点。那些人是哪些人？你相信我，这样子就已经很难了。还好。但我觉得。知道过是一回事，过不过对啊，这种关卡才是好的关卡，就是你会过，但是还是没办法过。它其实还有一些运用到特殊技巧，像你们刚看到那个影片，它有螺旋跳跟拿东西跑的那个，我就不应用，那一般玩家不太会用。你一定要怒踩个几下，这叫报复，真的杀人放火。那边好讨厌哦，因为很好笑，所以我就做那个。哦，帅哦！我要过关了吗？要过，要过，要过！加油！到底是怎样啊？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这太瞎了啦！好爽。讨厌哦！那个最后那个区域我做了很多次，因为我不管怎么做，我觉得真的他妈太难了，我就把它调成就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对。那应该要怎么办啊？没有，就是你刚刚是对的，再快一点，就直接跑过去。对。哦 ，OK OK。等跳起来之前是不是 ？OK OK。一路往右。你一下去都就一直按住右，通常就一直往右。而且你的炮塔还会嘲笑我。哎，对。其实我本来想要自己录的，就是。好讨厌！我想要自己放个干你娘进去，干你娘！这不行，外国人听不懂。我觉得你录你自己的笑声就够嘲讽，就是这个，对啊，就是这种，气死哎！干最好笑，等一下，重来，重来。好
Good job。是不是？你看罗密欧已经学会什么叫连续冲刺掉了。真的。你看一开始他还是个北七，现在他会了，只花了十分钟。一边制作还一边教玩家怎么玩，真的好亲切的制作人哦。有没有？有有有。你看，太没信心了。哇！那个星星不能朝我脸跳过来吗？不行，它设定一定是往右奔。下面那些金币的意义是漂亮，下去的时候才还有金币吃，是不是？想要那种华丽感这样，然后很漂亮这样，beautiful。哎，我真的被搞到神经崩溃，然后是不是？然后会整个就超小心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因为这种设定版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要很小心，因为不好跳。就是有没有从游戏中学到了很多东西？学到了什么叫谨慎？对，谢谢大哥。人最好。如果可以，真的很想踩整排让他死，你知道？对啊，那种感觉。这个，耶！该死，角度要对。还要玩吗？有没有别关？我们可以自己做啦，你可以不要玩。哎，我看看，是不是激起你的争斗心了？不行，有有有，我也想买一套。不行，这种烂游戏我一定要过关它。然后就开始一直打。真的？哎，我又把它叫出来了，好，没关系。哎，为什么我在下面也有事？因为它往下跳。哦。对，我在这边手贱好了。先手贱个够，等一下就不会手贱。真的。左边左上角那些有意义吗？左上角那个就是原本那边有放，应该说我那边其实有放东西。原本有放还是有放？现在有放，你可以过去看看。哦。那个上面其实我有放一个香槟，真是。OK。什么声音？制作人好像有 bug。这就不是我能控制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，我也没遇到。我还想说你特别设计的哎。对啊，制作人忘了掉到外太空了，怎么办 ？Hello，Hello。你随便按按。啊是。这不是我，这是这个游戏本身自己提供的一些怪东西。哪里啊？所以刚我是被，到底怎么摔了、啊？你可能是死太多次，他觉得啊太可怜了，玩一下好了。他有这样子的，无底深渊。哦，该死！哎、欸，你们开那个有一个很酷的那一个好不好？我弄我弄，哪一个？就是 Joe Keep Running 那个。Joe Keep Running。嗯。哦，反正我看。这个谁做？这个可以给叶子玩玩看。No No No！ 放心，我讨厌玩马里奥。你放心，你绝对会过。我赌100块。为什么？才100啊。我也倒立吃面，你只要按住两个钮，你就稳过。John keep running。啊，真的 ，trust me。没有啊，还是人家的。叫 keep running。对，不是。Keep running。嗯哼。没有啊。是那个。这个吗？哪一个？左边那个。这个。哎、欸。啊。Keep running 嘛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按，等一下，同时按住这两个，从头到尾不放开。Trust me， 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不知道以为叶子高技术，你看。哇，叶子好猛哦，最会玩呢。怎么样？我突然有自信了。哇，怎么样？你要。谢谢大家，马里奥，我恭喜你们，谢谢！这款游戏带给我自
信。你好晚了，哇！我真的说你绝对可以过，还好我不用倒立吃面，我刚刚好怕你放开我就要倒立吃面。很好，这游戏是不是超好玩的？嗯，好像好像突然对理解，突然喜欢玩，对，突然。哎，有观众在询问，如果想要玩卤蛋的关卡要怎么样才可以？我有 code， 嗯。这个 code 可以提供给那个，你们等一下放在 Facebook 上面好了。OK， 好，那到时候放在 Facebook。你们到卤蛋当家的 Facebook， 就是粉丝团，等一下他们会把我的那个 code 放上去。嗯，你们放后面那个好，就改良过那个。OK， 对。不过这个因为那个还是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之后还是会再改，就是。是，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玩到像刚刚卤蛋那样子的一个关卡。真好，好了，然后既然如此呢？大家这么辛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自信呢？突然觉得自己是马里奥高手。如果有这种的，我可以。好，自己玩吧。哈，自己做一关。做关卡、哦，做关卡、哦。教你一下怎么玩好了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这边下面这是关卡长度，这是终点，那你可以拉很长，你可以拉很短，你可以就在面前了。你可以像是你就在面前的话，你可以搞个这一种，比方说放哎。有人说刚刚那个关卡是心理医生做的，就增强自信。然后说，你可以放一大堆这个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测试，对，一辈子跳不过去。好，其实过了，对，那你可以就是，反正就是任你做，嗯。对，有没有？这样，一辈子跳不过去的关卡，你也是做得出来，只是你就不能上传，因为没有过关。好烦哦。好，这是一个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就是反正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橡皮擦，你把它擦掉。哦，好酷哦，方便哎。然后这上面这边你可以做出任何东西，就你印象有的，你如果不知道，你把它按出来就可以看它是什么东西了。嗯。然后这边可以选背景。好漂亮哦！然后因为它的关卡其实是就是Wii模一样，这个是Wii，这个是什么Wii U的版本，你也可以选最原始的，嗯，对，然后你可以选三代的，就随便你看你喜欢选什么，其实东西都一模一样就是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放声音，像这个，啊，放音效。哎，那个啊，是不是你选那个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笑的。它这种东西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出来，然后拖到东西里面去。这个等一下里面哦，它就是会塞进去。然后这个就是录音，可以自己录。来录个什么东西？三二一，遮住啊！是给，气还蛮长的嘛，我觉得。这样子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在这边。给。哦。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，比方说，我试试看。啊，抱歉，大家先关掉。然后呢，放一个这个砖块，好，抱歉，太多了，换一个就好。然后呢，把刚刚这个放进去，对吧？就变这样。哎，干！在水里耶。是不是？好酷哦！然后这种东西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任意看你要怎么玩，就是一个非常 free 的。放那个地图有没有？好，自己随便做吧。你可以做的很好玩，也可以做的很靠北。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。随便弄啊。随便你做啊。随便做啊，主要就是用那支笔。而且最好笑的是画面上面会出现一只手。嗯啊，就是这个手手。哇，你手这么漂亮。死 gay。嗯。死 gay。你们两个可以那个啊，可以集思广益。好啊，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时间让你们做这个，真的？因为做这个其实要花蛮多时间，我昨天做那个花了半个小时，然后还一直改。我也觉得这个应该蛮花时间的。随便做，然后你放那个东西，你把它按住，然后一直去摇它，重复摇，摇快一点，你看它就会换样子，它就变成直的。哦，每一个东西都有这个能力。好麻烦。好像不是全部啦。
然后你放这样，你放这样它下面没有支点会掉下去，你要放个方块或什么让它漂浮。是这样吗？哎，对对对。那你如果想试试看，按左下角那个马上就可以测试。嗯，啊，我知道，你来做，我来帮你试，不错吧？道理，对不对？左下角哦，这个测试，你就可以先试试看，这个样能不能成功？啊，收补。哦，なるほど。做这么佛心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帮我们，就是当你开始制作关卡的时候，你开始想搞人了。哈哈，我这边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可是我如果我做关卡的话，我希望关卡是没关的。嗯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自己做的很漂亮。大家就你可以先做你要的东西，然后之后再添加一些可爱的元素进去。嗯，可爱的元素。然后讲一堆屁话。哇，好厉害哦，耶！也可以哦、喔，像你刚那个声音，其实可以放在那个弹簧里面，你去踩它就会叫。是给，然后摆了十几个，有点丑。这都是做到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喷火器。你把刚刚你录的那一个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你知道这个播完做完之后，你要先自己过关一次才能给人家玩吗？你不做出来点？为什么出现点在那边啊？你要把你角色往旁边拖，对，拖到一开始那里。然后再按他手部。你这是什么？在考马里奥吗？这个版本的马里奥可以蹦墙跳。做出来烧自己。不会吧？星星进去哦，咚咚，有有，至少你够，你够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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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传了，可以上传了，因为你要碰到终点线才能过关，可以可以，有了有了，这个这是什么？那个是平台。啊，它往左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就是你可以按那个阿索普来看看它到底会干嘛。有移动的哦，它会向左右移动。好佛心哦，还有暂停区哎。真的哎，你好棒哦。但是我觉得你契合成区。真的，我让玩家看。哎。笑死我了！算了，这是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刚刚过这个会掉在砸人的那个砖块，经过的时候它就掉下来，你不经过它就一直在天空上面。你可以把它放超高，一般玩家看不到。对，可是你过去的时候还是会，它还是会掉下来。它会摔下来。那云是什么？怎么觉得刚刚云是可以上去下不去？嗯，你按出来看看。我记得它好像是上去下不去。哦，云是那个乘坐物，你可以跳进去，然后就可以飞了。坐，好多。嗯，它非常的多，你可以慢慢玩。它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多，它一开始就只有第一排而已，东西非常非常少。嗯。那你要一直随时间或者是去刷砖块才会出来。有人说刚刚是花式过关，真的，好花啊！这的确蛮，超漂亮，空中导路。你很喜欢弹簧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弹簧是很机车的东西。弹簧大师，那是鬼。他就是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他会不敢动；你背对他，就是往你靠近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好好玩，看一下。面对他不敢动。你要面对。你现在一直被，哎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碰到他会死。是。你会死，因为他不容被踩。对。你怎么用火焰花把他打掉？哦，那我懂。你其实会一直错。那我要放鬼龟。你鬼龟要不要放远一点啊？放那边是不是有点太狠了？那我放这。鬼鬼，我不知道甩它可以干嘛，我变大还干嘛的？变大，我会变成鬼鬼。这是我经验魔啊！
这是不是吧？这种就是它会一直旋转，然后它就一个洞可以让你跳进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并不会靠近你，还蛮。其实难度蛮高的，我建议是不要放这个。而且你要放，你应该放在那个圈圈正中间。对对对，就放这啊。不是，就是那个弹簧的正上方。嗯，这。没有，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。对，就是弹簧正上方，这样子玩家才有办法躲。这样不行啦，我们不能跳到前一个哎。嗯，你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你可以慢慢试，快乐。你可以用弹簧大跳进去，在中间踩。可是不知道你这个角度会不会碰到就是。大跳。这就是设计上的失误。好，哎，我试试看好不好？我试试看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要把它往下这样。好啊。然后等一下这个过去一个，应该这样吧。嗯。哇，你从头过、喔、你啊 ，OK 了。哇，你弄弄这么多给农民，我真是。不是说要测试。不够六，不够六。不够六，不行不行，再一次再一次。Let's go。决定，这个不用就给宅知道完。是假的。我觉得也是蛮讨人厌的。哎，那个。这个你就可以用心去把布布鬼弄死。要够快，这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喜欢就可以啊。因为你可以吃到星星之后去把那个鬼弄掉啊。因为不管怎样，你到最后从头到尾你还是要自己过一次啊，不然是没有办法存档。可以存啊，可是你不能上传。呀，而且就算没有的话，那个也是跳得进去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没关系。嗯。不是我的水，对，试一下。我是，为什么是我是？哦哦，然后换了位，换了以后就可以扎到人。有一个帅哥。那不吃心的话，后面的鬼过去吗？可以啦。哦，很好。后面的感觉。现在知道谁是老大了？是老大，是大哥说的都是大哥，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这是什么？那是吃到之后，玩家按这一颗就可以飞。哦，吃到一个，要吃到才行。飘去哪里？我把它擦掉。这是可以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发现做其实超级难的，你没有立足点哎，你角色从头到尾都在天上跳哎。对啊，这摔下去就会死掉。嘴巴说不会，有啊，我一直出惊险的关卡。对啊，超难的。还是有立足点的吧。哇，哎，再放两个。有屌。这样应该好点吗？这叫砸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星星，铁的问号是什么？你觉得每个都拿出来玩看、啊？问号就是一个普通问号砖而已。嗯，你撞了，你可以放东西进去，可以放敌人，也可以放吃的。哦，塞，那就放进去，对，它就进去了。阴险，对啊，好可怕。不够料，不够料，自己救了，然后自己过不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上面现在上传那种超爆肝难的，就蛮屌的。有压力了。
气死了自己。果断从一开始开始。我只要看那个砖块是干嘛的，跟你那个你拉到那边去嘛。可以，臭屁股。长出来应该好，就这样吧。有观众说，反正叶子做好，然后鲁鲁来过关，然后就可以上船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好棒哦！我就会说啊，就拉关卡。谢谢大哥，一直在上船，不玩了，不玩，我就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哇靠，好可怕、没有，我发现他那个底下可以这样站啊，我想要把它弄掉，就不让人家站。那你踩在上面会不会烧到？你要不要先踩踩看？就是踩在弹簧上面，踩在弹簧上，因为它其实会这样弹，应该不会吧？试试看，因为它感觉是在下面一点点的地方，对啊，这样就没事，所以真的可以塞，不要让他们碰到。好坏哦，都可以啦。不会啊，这才是正常的。正常个屁！因为你根本不会笑下面去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奇怪的？那个是幼鼠，它会钻到地里面，然后如果你把它放天花板上就不用了。它应该也是。你要找个地板放它才行。哦，钻到里面。晕，有点没梗。是不是玩这个还要有一点梗？对啊。这个是线，你可以让放东西在上面跑。任何东西都可以，那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跑吗？不是，就是物件可以而已。哦，我不懂什么意思，看一下。你没有看，没有看到。什么？你要先把线拉长。拉长。对，你要把线拉起来。怎么拉？有看到线吗？不然你就撤掉，再换一个新的上来好了。它那个九宫格就是那个你可以拉的位置，你把它放在其中的点上面就可以了。这样吗？对，它就会动。哦。啊，任何东西都可以，你可以放吃的，放皮。那个不是可以爬的吗？应该可以啊。不然你跳高一点再爬好。对啊。然后不让我爬。你等无敌结束之后的。按上了，上，对啊，就是在上面的时候按上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哇，切自己的脸嘞，多魂锯，好可怕。你做出来的没比我简单多少，是吗？我突然觉得我超简单哎！哎，真的吗？我是不是应该讨人厌一点？他沉下去了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要放个平台拉在上面，那个可以做。你也可以放敌人在里面。放个平台才可以做？不是，你可能就是加个土啊，或者是放个砖块什么的，你就可以跳进去了。不然他好像往下沉。这是毛毛虫，这是敌人，超恶心。它是会飞的东西哦。不是，它就只是因为现在在设置。哦，所以它不会飞。不过你放翅膀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飞。给它翅膀。对，就是给它个 Red Bull。哟。超恶心，而且你踩它会生气。哎，真的哎。所以不能杀它。你只能用火焰花那种东西，道具类。踩它是不会死，不过撞就是用屁股撞好像可以。那这样子应该可以。真阴险，这样可以。那你上设置上面的句子就没意义了吗？有啊，没有有意义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样到底要怎么过？可以。你重点是要让他跳过去而已，就不能对。可是你这样不觉得很没美感吗？半空中的一个香菇，你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你可以在下面放个土，然后你看就可以拉长。好了，不要玩它的长度，谢谢。怪怪的。你的土都长在半空中呢，卖快啊！还没看到。对啊，我是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开心就好。不然我让它飘着，这样就有美感。超美。好了，你的美感之力啊！真的。你那云放那边，玩家可以坐进去啦。坐进去？对啊。它是可以坐的东西。那个云到底是方块还是只是方块？好像只是方块。对啊，应该只是方块吧。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关卡，
对啊，它只是翻过来，它只是就可以往前冲啊。它只是空中。哦，它香菇是可以穿过去的。对啊。对。不行吧？可以。可是从上面不好过去啊。从下面。从下面不好过去。可以哦，我看起来是可以。那我这个我把它放下面一点。这样真是讨人厌，就要这样，就要必须完全不打算让别人，这样就要算时间。到底谁要过、啊？我真的不想玩呢。可以啦，这好挑战性。一开始还说我没有挑战性，什么？是不是有嘟嘟声？可是我这边声音很小。你在干嘛？谁知道在跟我插脚？你可以讲话吗？时间差不多。对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可是我这边没声音。快点，赶快坐一坐，快做完了。好。离终点线就一点点啊！好，那算了，就这样啊，冲刺跳跃就过了。太强，给个弹簧，冲刺跳跃就可过。冲刺跳跃，那个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那个，这就是一般的土块而已。哦，漂浮在半空中的土块。蓝色的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，虚拟的吧。哦、嗯，你可能再过去一点，因为它会左边再晃。这样时间都来不来得及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来吧。很短，那明天就可以才知道玩这个。然后就说叶子做的，应该很简单吧？叶子做的，很简单，你过一次。去。他这个 ，Let's go！ 哇！你要不要从头到尾来打一次啊 ？Mario 仔！你下面那个云应该把它去掉。你开始在搞了，自己做的时候就想，这个这个要难一点，这个要难一点。这么简单就过去了。弹簧狗哎，对啊，我觉得弹簧是很漂亮的东西。你记得下面要放东西，不然掉下去。你可以整个画面都刷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好，好，加油来，阿手补。我一定过不了啊！看你自己做不了，自己过啊，关我屁事哦！我一定过不了啊！自己做就自己过不了，你不是废物。我知道它是可以过的东西，只是我过不了而已。那你过不了，表示你不能过的东西。它是可以过的东西。不行，过不了，烂。可以。连自己都过不了。可以，我只是比较烂而已。你比较烂，对吗？我就是比较烂嘛。算了，先记录好了。为什么变我啊？我们记录之后晚一点可以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进广告，等一下休息之后呢，有一位之前的，是之前那一位嘛？对对对对。啊，完了。那位那个射击，就是卷轴射击游戏的达人，会再来为我们介绍另外一款游戏。先存档。好，我们记录。好。